你这个头盔怎么回事啊？酸的可以腌鱼了。就连这个小摩托车还是跟保安借的。 这附近有加油站吗？这条路一直往前开，在红绿灯在右转有一个，大约有个四五公里吧。还有再近一点的吗？没了。谢师傅。帅哥，快上车！没有坐顺运带路，正好差点有个桶。